大家好，我是黑珍珠。如果有一天你在夜里看到一件衣服在空中飘，不要慌，那是因为我刚好路过。虽然我不能白的发光，但我可以黑的发亮，在夜里为你指路。噔噔噔噔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黑金计划的李振宁。刚才这个呢，其实是我队友眼中的我，因为我在队里是最黑的存在，所以就有了黑珍珠这个名字。然后呢，希望全民制作人可以陪着黑珍珠在今后一起散发光芒。另外，也希望全民制作人可以给我推荐美白大法，请多关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雨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曾舜晞。大家好，我是侯明昊。大家好，我是马思纯。他们都是能唱会跳的优质好少年。在这里，希望你们能够加油比赛，在舞台上尽情的释放自己，燃烧自己，取得优异的成绩。祝你们可以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们。大家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爱奇艺，悦享品质。